第363集，它长达十几米，可大可小，能在数十人前进，无需以神力催动，只需植入一些圆就可以急速飞行，比一般的修士飞得快很多。这样的灵宝一般人炼制不出来，需要刻上很多繁复玄奥的道纹，必是老辈强者祭炼而成，是一件难得的代步法器。叶凡大袖一卷，这艘玉舟出现在手中，被他画成巴掌长，五光十色，玉璧无瑕，非常的精美。诸位，你们跟着我做甚？难道想向别人表明与我共同杀了圣帝的真传弟子吗？呼啦一声，此话一出，很多人倒退。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，万一被牵扯进这件事儿当中，那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想借此成名，请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对人说是你们与我共同出手击毙了荒古世界的弟子。叶凡的笑容很灿烂，不少人脸色发绿，这个脏水要被泼上的话，恐怕会有天大的麻烦。当下很多人飞天而去，万物母气元根铸成的鼎，虽然是绝世稀珍，但他们有自知之明，肯定得不到。当然也有自负之人，并没有离开，依然在盯着叶凡头上的鼎。这是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珍物，圣帝都要眼红，更遑论是他们。叶凡并没有说什么，展开老疯子的步伐，留下一道虚影，冲向山脉深处。断山上接连有人影冲起，追了下来。果然是瑰宝动人心，就是丢掉性命，有些人也要飞蛾扑火。轰的一声，突然叶凡调转而回，大鼎如月镇压而下，冲在最前方的几人当场化为飞灰，消散在空中。叶凡神色冰冷，圣物动人心，但在出手前不妨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，不要白白的搭上性命。说完这些话，他几个起落就消失在了大山中，将老疯子的步伐发挥到极致。时间不长，叶凡换成另外一副容貌，身穿一身紫衣，成为一个翩翩少年，领着一只大黑狗走出群山。小子，你竟然有玄黄铸成的鼎，给我看看。这一路上，大黑狗眼泛绿光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我跟你说过100遍了，你看错了。叶凡有些头痛，这死狗太难缠了，总是打他身上宝物的主意。就给我看一眼。黑黄锲而不舍，无奈之下，叶凡祭出鼎，让他看了个遍。大黑狗几次想扑上来，叶凡严厉警告，你别流口水啊，这尊鼎绝不可能给你，想抢的话别说我不客气。大黑狗百爪挠心，但他知道玄黄铸成的鼎不好抢，弄不好会把他自己压个半死。黑黄，你说那座断山是一个狠人的道场，我怎么没发现特别之处啊？叶凡收起鼎后赶紧转移话题。昔年那位人物来头大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他留下的道场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看出的。凭咱们现在不能挖出来吗？大黑狗顿时露出警惕之色。小子，我警告你啊，别打歪主意，此地的宝贝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是我的。忽然一艘战船飞来，瑞彩纷呈，划破长空，冲进云端山脉深处，速度极快。以彩玉祭炼成的战船上挂有一面大旗，猎猎作响，上面写有一个斗大的鸡字。叶凡蹙眉，他没有想到姬家动作这么快，这才过去不足半个时辰，便有高手赶到了。时间不长，就有人冲出了大山，在四方寻找，很多没有来得及离去的修士全都被姬家的人接了回去。叶凡不急不缓，已经远离数十里，可是还被追问这个方向的人拦住了。他可不想回去，万一露出马脚必是大祸。姬家的强者大喊，站住站住。这让叶凡皱眉，这是一个道功四重天的强者，那种神力波动确实很吓人，
他感受到了威胁。黑皇撇嘴，本皇一口就可以咬死他。你确信？我是说以前。他有点心虚，必须要解决掉他，不然会露出破绽。黑皇，一会儿要靠你了。叶凡开口，又不是我的敌人想让我出手也行，把刻有秃头的种子给我，或者把玄龟给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敲竹杠？爱出不出手，我逃掉的话，改变自身容貌进入茫茫人海，这辈子他们也找不出来。可是你就不同了，特征明显，尾巴都秃了。你再提这茬，我跟你急。大黑狗的脸拉得老长了。机械的强者降落在地，不过二十三四岁的样子，但却也是道功四重天的高手，阴沉着脸。你随我回山脉，有话问你们。叶凡向前走了几步。不能在这里说吗？少废话，赶紧走。姬家这位强者呼喝，他的心情糟糕透了。一个被他们缉拿的少年却反跳出来，明目张胆地击杀姬家弟子，传扬出去，这姬家将非常的难堪。可以想象，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北城，根本不可能捂得住。姬家的强者呵斥，不想死的话，立刻转身回云短山脉。好吧。叶凡点头，突然大黑狗冲了出去，如一道黑色的闪电，一下子扑在了姬家强者的身上，偷袭成功。姬家的修士对叶凡有防备，根本没有将一只黑狗放在眼中，一下子就被这只蔫黑坏的狗扑倒了。此刻再想反抗已经来不及，黑黄铜筋铁骨根本打不动。轰的一声，叶凡怕出意外，祭出万物母气鼎镇压而下。姬家的这名强者大叫了一声，被活活震死。两日后，叶凡在曲州朝阳城的一处赌石坊中见到了土匪。我说叶小弟，你这玩的太大了吧。我是说过，搞出点动静来，然后进这家赌石坊，我会现身。可是你像切瓜一样宰了圣地与荒古世家8名真传弟子，将火烧到我家门口来了，让我可是心惊肉跳啊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怎么不严重啊，姬家来了很多强者，连神体都现出踪迹了。姬皓月原本与他妹妹要赴瑶池盛会，却因这件事儿来到了此地，进入了朝阳城。我这个窝啊，看来是不能待了。叶凡皱眉，姬皓月乃是神体，异象展出后可击杀第四大秘境的风云强者，同代无敌，他现在绝对不是对手。同时他心中一动，问道，瑶池赏识大会还没有开始吗？还没有，不过也快了，到时候我们同去。哎，对了，你说姬皓月与他妹妹同来北域参加瑶池盛会，他的妹妹是那名姬子月还是姬碧月？我说叶小弟，咱们这行人要讲究义气，你都有一个瑶溪仙子了，还打算将魔手伸向姬家的明珠不成？吐他嘴巴，你别乱说话，我只是想问问。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月亮，反正我们要去瑶池，到时候亲眼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说到这里，土匪抱怨道，你可真是为我惹出了大麻烦，我听闻瑶光圣子也赶来了，这个地方我真待不下去了。叶凡心中一惊，瑶光圣子，此人绝对是天纵奇才，可与神王争锋，修为深不可测，在东荒年轻一代中难逢抗手。他知道对方肯定是冲着万物母气顶来的，瑶光圣子精才绝艳，立志做大帝，得不到皇血赤金，肯定是盯上了玄黄元根。涂大嘴巴扫了一眼黑黄，忍不住开口，从哪儿寻来的黑狗啊，尾巴都秃了，一看就有年头了，这可是大补啊，到我这儿来还这么客气干嘛？不过这样也好，今儿晚上我找个好厨子焖黑狗肉吃。叶凡知道坏了，果然
大黑狗蹭的一下窜了出去，一口咬住土匪的右手，呲牙咧嘴：小子，我看你才是大补呢。我操，这只财狗怎么会说话呀？土匪被吓了一大跳，接着痛得大叫起来：哎呦，疼死我了。